唐蜜，你在吗？你不会不小心跑到我身体里来了吧？已经好几天了，你怎么还没出现？这几天每次醒来的都是我。再这么下去，我总不能一直假装你吧？大家都在等你回来，快点吧，唐蜜，别吓我。 跑去看罗欧了，他刚才下地，怎么这么不听话？我想看看我哥醒了没有。我们两个是双胞胎，一个出了事，另一个一定知道。你放心，我一定让罗欧好起来的。 我困了，想先睡一会儿。走吧。好，赶快休息吧。 你要的书都在这儿。